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前两天呢，跟我的好兄弟 M 仔借了2000块钱，跑到湖南南阳那边去找我的母亲，打十几个电话他都不接，应该他有他的苦衷吧。我老妹呢，协会刚凑够，又欠 M 仔的钱，M 仔的钱是给小孩读幼儿园用的。这几天去水库练鱼，换点钱。把 M 仔这个钱还上，完了，走了。兄弟们，我让 M 仔把我的这个地笼收回来了。现在是中午的时间，又没猪会买，只能明天下了。一边下网，一边下夜钓。好了，走了。飞哥，那个轮胎好像不够气，用嘴巴吹一下。还没这么糟的，兄弟们，这里面有一个那个铜的，根本吹不进去，是不是？要用那个气压的，够力的才打得进去的。好了，先夜钓竿从那个石头缝插到那里去，这个网呢从这边拉过去，走了。